又准备做晚饭了，今晚上吃这个猪肉炒豆干，还有上次剩的那个韭菜苔，然后再做个鸡翼，炒个青菜。现在准备把菜切一下，切成小块。这个豆干有点厚，要切成两半，就薄一点。把这个豆干切成丝儿，把这个肥肉拆下来，等一下用来榨油。鸡翅这样对半扒开，这个鸡翅放点红薯粉，放点生抽，放点老抽，放一点盐，放一点鸡粉，放一点蚝油，放一点生姜，腌一下。让它腌制入味，把这个肥油加一点进去，把里面的油炒出来，把这个肥油倒出来，把瘦肉倒下去，放一点这个剁椒酱，一点点老抽，老姜，放点大蒜。然后把豆干、辣椒，还有这个蒜苔倒下去，翻炒一下，放点盐，放一点点鸡粉，出锅了，压点油。用平底锅煎鸡翅，那个鸡翅煎熟了，放一点点孜然粉，一点点辣椒粉，然后紫天椒、大蒜。然后把这个香菜末倒下去，把它翻一下，滴就好了。今天的晚餐，炒的豆干、腊肉，还有这个鸡翅，用的猪油渣炒的这个菜心。这个能打开呀？不知道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有点明白，我看着好吧，分的挺快，拜拜拜拜哎呀，电视快点。